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景万恩。OK， 新加坡呢有主要三大族群，第一个是华人占70%以上，然后再来是马来人，还有印度人。然后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马来人的海鲜料理。那我们要去哪一家呢？先不跟大家讲，那我们这就带大家走吧 ，Let's go。海鲜料理，它这边其实现在不用定位就可以过来吃哦。哇，好，要我们进来要 safe entry， 呀哈哈。好，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 menu 长怎么样子。对，这是 safe menu promotion。然后有不同价钱，我们今天四个人，所以会选就是四个人的价钱。噔噔噔，这边也有一些不同的 menu 组合。然后这个是汤，这是虾子，是螃蟹，然后是 color fish。你在台上有没有？只有螃蟹而已。哦，有椰子吗？有点心，有螃蟹，好，最后我们四个人点这个，然后我们选两个口味，那一个人是25，那我们最后选 sambal tumis 跟 sweet sour。好，现在他帮我们铺这个塑胶，所以等一下海鲜是放在上面这样吃。大家给这手套，一个人两只，他有分左右手吗？没有。好，一个人两只手套。好，先让他上这个给我们，这个是给我们洗手用的，所以吃完洗手用的。这是 ice 咖酱，然后这是我的可乐，然后我朋友点的椰子汁，然后这个是 lemon juice。 哇，好，开始吃吧。 ice 咖酱是红豆冰吗？对对对，它是绝品。Sweet chili, sweet chili. Rice. 它是这样吃的。
这要怎么吃？这样淋的沾饭吃。嗯。好酥酥。这马来西亚传统海鲜，哦，有龙虾，这是龙虾吗？不是，小龙虾。不是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药虾。文莱药虾。文莱。Sweet sour。So, like one spicy, this one not spicy, okay. This is sweet sour, 它有玉米，所以这个是不辣的，然后那个是辣的。很辣吗？很辣吗？很辣，所以你点饮料是对的。看一下我们这桌的俯视角。所以他是说沾这个酱，然后淋在你的饭上面，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踹踹看，吃一下哦。嗯，这就是糖醋排骨的味道啊。这个就是糖醋排骨的味道。那这个是什么味道？有点像黑胡椒的。像黑胡椒，英文我忘记了，那个叫什么 ？Black pepper。不是。沙巴 tammy， 这是沙巴 tammy， 试试看，沙巴 tammy， 沙巴 tammy。嗯，有点像黑胡椒加沙茶。对。对不对？有哈哈。嗯，是好吃的。大家看一下这一口，赞美，好大一口。吸的是吧？嗯。好好吃哦。第一次体验。这个是孔雀盒。这个。里面一点，不敢打开。嗯，蛋蛋。OK， 这是我刚刚拔完的全部的蛤蜊，然后这个是全部的蛤蜊肉。耶，开始。好，我现在吃完了。示范怎么洗手，是这样洗哦，一次洗单只手。你的手要不要洗一下？我的手要洗。你的表要不要顺便？不要，虽然它防水。好，这我们今天的战鸡吃完了。这个是最困难的，我有吸吮障碍。对，其他都吃完了，耶嘿嘿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